晴天立即啊，晴天！晴天！我请了晴天啊，跟过来，跟过来！晴天，晴天，晴天，晴天！晴天，晴天，晴天！晴天，晴天，晴天！你有听到刘湘音吗？晴天，晴天，你跟进去呢？晴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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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晴天啊！哎呀，回来回来，晴天，晴天，你有看到妈来给你吗？晴天，晴天啊，晴天，刚才你现在受伤了哈？拄才发现晴天的时阵哦，都发现伊胸口有伤，啊，不过唔知啊，敢有照常跳舞？无啦，好加载。我阿妈送我药片，叫我冻一冻，再当保障我的性命。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。真正是好加载，阿若无血过，不敢再想。我出来，我出来，你记得去看麦。我见啦，免找啊啦，人平安上重要。哎呦，哎呦！那你今天，你刚才是什么人对你下毒手的？是白条湾，一提到我被搞坏。真正是白条湾，可恶！你是欺笑是不是啊？既然在光头白脸就对你下毒手，你真正不是为我。刚找到晴天啊！晴天失踪可能是甲万条湾有关系，因为伊今年较早来婚礼现场才来乱，秘书早就知影晴天无去代志。伊哩，我是什么代志啊？自然讲，万条湾才去我甲晴天婚礼闹场啊！那你拄仔好，咱即马就返去会场，找伊算账。晴天啊，你的伤真正不要紧哦。阿妈，我不要紧啊。咱过去等伊回着，甲万条安冻掉的，安尼上重要。你应该顺利，甲胡姐。来，我请你开。来，顺利，来，顺利，顺利，顺利哈，晴天，快些行哈。多谢哈，多谢。哎呦，朱晴天哦，未来婚礼啦，这个婚礼哦。通好促销了哈！你人家丽萍，不是去找人啊？哪都无消无息啊！我这身老骨头哦，无这么简单就给你崩掉啦！你的真心，你真正是要把我大家都放心心？那不是煞欠你，急是赶到位，阮真正就死到不明不白啦！有可能，偏偏哪有可能？面对时间，你们哪有可能躲藏？所以你承认啊，就是你。你还是阮 boss 因全家伙啊！靠，潘奎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。
计是世界集团，闪开啊！敢放开，放开啊！敢放开，放开啊！就算讲会用尽我所有气力，我们一定要控制条万条万这条家的硬线。那么阿芬靠你破锁，那肯破解，我就会丢掉严重的毒素，会危害有我的性命。放开！我长大！我刚到了这里，一件简单的结束。我袂安尼就结束。快放开，放开！爸，爸，你安怎无？你刚听到我声音？爸，爸，你看，爸，爸，爸，金瑶，这是咱上好的卡手啊！爸，爸，你看清楚，我送你杯，爸，你千万唔当有代志，来，我送你杯，来，爸，爸，来，爸，你等我送你杯。我是安怎？那永远做出咱最记得，敢讲我就是会做这个莫名其妙的代志？你真正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？我当初我的头壳哪会这尼啊无清楚？我为着要跟你做伙，我今日跟阮爸断绝爸阿囝的关系。宋丽红，我不是宋丽红。你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无宋丽红这个人，我是地所愿。我出代志了，你为着要保命，你竟然去找一个青婚、失去记忆的查某，你替伊真容变作是我，都安尼过三十年，最后。最后，你竟然把迄个假的地所还当作是真的，你真正去爱着伊了？阮何尚义啊，有啥物唔对？阮做三十几年的阿嬷，一年做的时间，加遐尼济，这三十几年的感情，敢有可能因为你是真正的地所还，得寸土煞？所以真心害人是我，我因为互相相听，我的性命已经白做伙啊！我这是真正爱情。手人红色，手人家里，手人家庭，讲话搁这么红色，你真正是袂继续。宋林宝，你给我点去，想看你是阮妈。不可能，我爸哪有可能跟你这差别？青林，我离开你的时阵，你才九岁呢，我是安怎跟你惜命命？我打工给你，手不打。三宝，吃便宜的，
虽然讲你娇生惯养，啊，不过你的个性也阁无遮尔啊离谱。结果，你和迄个假的地素丸，刚刚起啊你这款型。我今仔日妈妈我回来，假的袂晓教，我来教。我不爱，你这不是我妈。你敢怕我？你想当作我是做假的？我问你，是啥？在幼稚园的时阵，弯刀当哦，弹钢琴弹了比你更好，今日抢你的风采，所以你就跳过去，把人的手指头咬断。你还知影这个代志？你读小学之前，也阁有一大堆见笑台，我拢无讲。我为着你，我逐天去甲人回信，我逐天替你赔钱，开工的啊！我饲的刚是一个糟囝，我饲的根本是一尾老母啊！刁花，你为着这假的地素丸，你把我抓去台肉场，要把我制作肉饼。你若不是索性，及时把我救，我到今仔连死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的鬼。汪有德为着救我跟林凤姐，伊跟你受重伤，结果呢，你却讲我陷害伊，我把林凤姐骗去台肉场。实际上，全部拢是恁做的。唔，那是台肉店，佮把我骗去关起来，佮在阮爸爸的身躯顶把炸弹。你的心肝哪会这尼啊凶啊？你当初叫我的时阵，你唔是声声咕咕讲，你会永远爱我，你永远袂变心。结果，你发现。我是真正的地素丸了，你敢有想要跟我团圆？无啊！你等到跟这个假的地素丸联合起来，一直想要除我的命，办掉我！你这个真心，我到今仔日才看清楚你的真面目，我要跟你碎尸万段，我要跟你碎尸万段！你不要白讲啊！什么炸弹？我唔知影。去当初，我当秘书去学鬼牵咧行同款，迄拢毋是我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啊！你毋是去学鬼牵咧行啦，你家己就是鬼啦！我好好一个查某囝，去学你牵咧行，俺唔敢知，伊可以当情绪。那无，伊家己安怎死的，伊都唔知哦。袂用干来顾超远啊！宋林芳家己的行为嘛无外好啊！你哪有迄个面，叫超远干小林啊？你哪会用安尼对妈讲话？虽然咱对伊无芥蒂啊，也唔过更加歹，伊嘛是咧生咱的亲生妈妈。我无啊！我看袂起。这不是阮妈，你若要爱这种妈妈，你家己去叫。姐姐，你敢怕我？你去打吧！姐姐，你我这边够力了，你当真假的？我妈无想要爱你这个查某囝，第一块豆腐，他也生你。因为没为着我，甲阮甚物冤家？因为伊听无人话，讲嘛是白讲。安怎？连你妈妈都叫伊妈妈着？